这两天啊、哦，这就是粉丝预定的那两条狗，你看，色素偷板。大家好，我是金阳。头一段时间，那个我一个朋友那儿不是有一窝罗威纳吗？视频中说过，这个三条母已经被人预定了，还有两条公，那两条公现在也被人预定了，是就是咱们那个粉丝给预定的。今天呢把这个小狗给抱回来，从我这儿养上一段时间，然后给粉丝发走。嗯，今天你看看，雾特别大，雾大那也得去把这个小狗给接回来，已经在他那儿打完第二针疫苗了。接回来之后在我这儿养一段时间，然后再可以安全的给这个新主人发过去。走，一起看一下吧。看雾多大呀、冒着大雾把那两条狗给接回来去。慢点开吧。哎，中呀，纯白色的牧羊犬，小狗品相都不错，四条全是公。这是另外一窝，是大哥这儿，大哥这儿啊，看没，专职的养罗威纳，你看看他呢。别一个个拍了，来看那小狗品质，看见没，一看大家都知道，看这小狗毛色，然后这色素刚一个月，这对这头板，看这骨架，看这爪子了没，特别特别好，随便抓一条你看看，我大个人看没，这罗纳不是夸我大哥的，你看看这罗纳确实这就是专业的养的，看见没，这小狗色素头板，看没有茧，确实一会儿带你们看看我那个大哥那又引进了三条那个啄母，可以看一下，这是刚引进的一条啄母啊，看看服从性，看这头板，看色素，对，看这头板，看这色素，绝对没问题。确实啊，我跟你说，专业的就是专业的。两条中亚公，种公，走了，走。鹅木，这有个花头中亚小狗，然后一个小狗中亚，这两条拉布拉多。两条拉布拉多也不错啊，都是种公，纯白色的，你看。大哥把这条罗威纳弄出来啊，这条狗叫小小黑，刚才那条叫小黑。不来小黑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这条也不错。哎，别离我那么近，有点陌生。刚弄过来第二天吧，看看头板色素，看那眼神，也是当年种母、非常不错。小黑坐坐，哎，生过一窝是吧？很好，对，生过一窝，他来的时候生过一窝，生过一窝，现在已经发情了，再配就是接着我走了。大哥引进这里这两条母狗也非常不错啊，还有一条，还有那条在哪儿？在这儿。再来那条看看。好，这是第三条啄母刚引进的啊，看看这个个头稍微小点，但是它是最小的一条狗，算是刚成年嘛，十个来月，还没有一年呢，十个来月。你看看，一个陌生，见了主人之后，你看，主人走哪儿它看哪儿，服从性也非常高。这两条啊、哦，这就是粉丝预定的那两条狗，你看，
色素托板，然后有一样要求给他做一个测试，犬瘟气象给他测试一下，一条一狗，一条狗一条狗的来啊，来，先来点，先拍个细小，你抓这个啊？哦，我不骑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哥，你放这放这，谢谢啊！你把狗抓住抓住，把狗抓住，别让狗小狗跑了。可以了。嗯。这是罗维纳，测细小呢。看看他这大哥这小狗有没有毛病，得测一下，是不是？得让大家知道，省得说，寄养厉害，不是我厉害，但是咱必须得保证小狗的质量，是不是大哥？对，必须得保证大哥小狗的质量。这所以你看，这个测脚板，你看 ，C 一道杠，看，然后啊，这个放到这儿不动。再接着啊，测试一下犬瘟。这个不害怕，大家看啊，这个看啊，看着点。然后这是犬瘟，犬瘟测小板，这先放这。先来这儿，先用点篦子就行。对，先来眼，先来眼，鼻子里边，三处嘛。No， 注意动。好这是这个啊，犬瘟，这是细小，大家看一下 ，C 一个杠，一个杠，看没？这是一个杠。这个马上就出来了。这个先我给它放回去，放回去。主要这个测试板必须得让大家看一下。小狗的质量，这个大家可以放心。走了，回家了，走，进去，进，哎，好，走了啊。已经到家了啊，接这一趟狗是。路上非常坎坷，哎呀，太雾太大了，也不好走。以前面那个车呢也不敢跑，我是跟到人家车后边也不敢跑。反正是把这两个小狗安安全全的给带到家里边来了，让他们在这个笼子里边先待上一会儿吧。但是和这个斯塔夫在这个近距离接触，因为他们三只狗在很陌生的情况下。才见到面，
不打扰他们，让他们静养，静养一到两天，然后就可以拿出去给大家展示了。今天视频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儿，或者静养喜欢的关注一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